崇仁位于江西省抚州西部，建县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是历史上著名的理学之乡。崇仁与崇尚仁义道德之意，在这方自古便受理学文化浸润的土地之上，人们随处可见理学文化的踪迹。欢迎收看行走江西，这一站咱们来到的是理学之乡崇仁。它自古就是历史上理学的兴盛之地，多位理学大家便诞生于此。其实崇仁呢，也因风光秀丽、人文温情而成为古往今来众人游历的圣地。今天咱们一起走进崇仁，走进因理学传播而闻名遐迩的崇礼心学之地。崇仁因其一贯尊崇的天人合一理学思维，一如既往存有的纯美景致，而备受游人和学者的青睐。崇仁名山象山，神秘而壮美，主峰之上有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石构建道观，观享有东方金字塔美誉的千年道观，带人跨越历史的旅痕，感受千年古观的文化瑰宝，聆听流芳千里的动人传说，置身于仙境之中，顿感畅怀。建成入口的崇仁广场上，有一座以仁之韵命名的大理石雕，雕塑将仁的内涵通过丰富的视觉语言表达出来，呈现出理学之乡博大精深的文化。雕塑表面的浮雕用简明的线条描绘了崇仁历史上的贤人志士，表现其一生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与行，并以崇仁的山川、书院等为背景，使雕塑形成理学天人合一的意象之美。同时，雕塑造型仿佛一座敞开的大门，以表达崇仁人将以博大无边的胸怀接纳天下朋友，并为之提供温暖的灵魂栖地。行政中心文化广场上更是刮起一阵理学清风，最耀眼的莫过于这方巨大的铜制宝鼎，镌刻理学宝鼎四字，四面环绕以理学名家的浮雕，彰显了理学之乡的独特魅力。此外，不远处的文化图腾柱、人字雕塑等都与宝鼎相互呼应，竞相刻画着崇仁的理学之美。文化的历史啊，是人类发展史上展示的巨幅画卷。文化思想史呢，又是这幅画卷中的骨干支撑。吴崇，他就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独特的一位大人物。在宋末，儒学以理学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以后，因为朝代的变更，导致了儒学面临衰落。吴崇秉承尊德性而道文学之责，用一生完成了五经转言，被后世称为吴氏五经学。崇仁自古崇教尚学，文风昌盛，民众喜躬身善行，怡然自得，这和崇仁理学名家的影响不无关系。宋朝南迁以后的150多年，理学已经在南方广泛的传播与推行。在当时南宋的区域里面，书院就有几百家，而江西是最多的。我们知道，崇仁地处江西的中部，前面有永丰的欧阳修、临川的王安石、南丰的曾孔等理学先驱，最近的有京西的陆举渊等一代理学大师，他们对崇仁理学的产生
有着巨大的影响。到了元代的时候，吴岑创立了草庐学说，他和弟子余吉共同对当时汉文化的传承以及理学在南方的再度兴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崇仁本土的学术打造了一个非常宽阔的空间。因此呢，明代的吴以弼也自然是顺势而出，水到渠成。吴以弼的吴崇仁学派的学术和理论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延续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也使明代的理学成为了宋代理学之后的又一座思想的高峰。吴承之后的吴与弼也在不断扩充着崇仁理学的力量，并践行理学思想，躬耕实力，居乡讲学，敬意夹持，成名两晋。正是崇仁理学先贤的思想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崇仁后人，特别是理学知行合一、诚信礼义的思想，不断鞭策着后人规范自身的言行。崇仁理学的精髓思想也成为校园教学的内容。崇仁县江仲实验小学的教师丁明娟对躬身践行理学思想、保护理学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实际上，我所理解的传承理学精髓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举措，这也是凸显出我国传统儒学文化的特色，也就是把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个古老的命题赋予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实现我们所说的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六项要求。要实现这个目标呢，首先咱们就需要树立礼义之邦、诚信之乡的理念。吴氏先人的思想理论为崇仁后人留存了无尽的宝贵财富。吴氏后人为纪念这些先贤，特建吴氏大祠，来记录歌颂吴氏先贤的事迹。在崇仁县城内，吴氏先贤的雕像数不胜数。现年73岁的冯翔是崇仁当地知名的画家，冯老研究崇仁理学文化多年，平日里总能在先贤雕像边觅得冯老的身影。冯老喜漫步于郁郁青葱之中，瞻仰先贤，并躬身实践他钟爱的理学思想。由元代吴承创立的草庐学派、明代吴以弼创立的崇仁学派和稍后的吴以弼再传子弟汪阳明创立的江油王门之学，它呢是发末于崇仁的三座理学丰碑，其思想内核呢可提炼为是六个字，也就是说这就是六个字是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知行合一、诚信礼义。在当今环境与生态的严峻挑战面前，冯老坚持用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的理学思想反思自身的观念和行动，融入大自然之中，冥想以静心，创作以修身。旅行是一段发现美的过程，而我们在这条路上一直前行，五个人4000多公里，踏遍90多个县区，一步步印下我们的足迹。不仅是为发掘赣江两岸的锦绣山川，更是为了寻求历史风霜下江西的风俗变迁、传承的璀璨文化。行走江西，带你领略江西风景独好。和冯老一样，抚州吴承与吴与弼思想研究会学者黄永辉也躬身践行着天人合一的理学思想。平日里喜爱摄影的他，总能寻觅到绝佳的人间仙境。
在山水丛林间、小桥流水旁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汤溪温泉作为全国唯一的理学文化主题温泉，也成为黄永辉常常游览之地。这里万木葱茏，田园如画，明代学者李少春曾把它列为崇仁十二景之一。汤溪温泉充分挖掘了理学文化中的精髓，充分结合理学思想，各种汤院汤屋都以温泉的形式，用现代人独有的方式继承古崇仁理学文化的理念。汤溪温泉泉水含硫磺等多种矿物质，据传对风湿性关节炎具有较好的疗效。当地人说，长期洗浴汤溪温泉之水，可舒筋活血、祛病强身，并可使皮肤滋润，当地百姓称之为神水。传说汤溪温泉乃先人杨九平所造，他感念这里人民的善良淳朴，遂造汤，以赐当地人幸福安康。如今的汤溪温泉还拥有极为丰富的娱乐休闲配套设施，让游人可全身心得到放松与享受。说起天人合一，千年古村吴张村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范之地。未到吴张村，远远就可见村口有座气势恢宏的牌坊，名曰聚仙门，甚是美观。走进吴张村，慢慢就能感受到理学阳光的照拂和梳理。可以说，这里的古民居用木、石、砖瓦表达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里的古建筑是先民们在乡野间勤民以技的标志。先民固守自然的力量远远大于改变的力量。王文志先生说过，世间的一切工巧技艺，不通于自然，不通于禅，非上乘也。而五张村的古建筑就堪称通自然、通禅理的上乘之作。地处四山环抱之中的村落，建筑群多以明代为主，并以祠堂林立享誉乡里。村子的中心地带有三大古祠堂，这里总会聚集许多村民，这里也是商贸中心和村民的娱乐中心。有五张古村，不难发现理学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意象之美。这里的村民一如既往地书写着崇仁人处世的和谐之道，男女老少在这方远离尘嚣的古村落内生活得怡然自得，处处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也正是这不可多得的景观，引得各路文化学者纷纷前来。崇仁县美术家协会主席刘乐平就常在此采风，用画笔记录下这些彰显理学内核的至美景象。除了五张古村之外，还有一个绝佳去处，也让人瞬间就能感受到回归自然与淳朴的畅快，那就是原野山庄。原野山庄源自生活，野出快乐，消除疲劳，锻炼身心。有机蔬菜园内瓜果飘香，卸下昔日的压力，在果园内扎根泥土，约上好友亲朋欢乐采摘。原野山庄的大棚火龙果不同市面上多见的白肉火龙果，而是红心的台湾品种，营养价值更高。自己采摘的果肉切好上桌，更能感受到劳动后品尝成果的甜美。清甜可口的瓜果给人一整天的轻快，煞是喜人。采摘之余，还可漫步于清新草坪之上，与动物们近距离亲密接触，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在向日葵的花海里化身无忧无虑的花仙子。一路走，一路玩，原始的村庄农具跃然眼前，动手体验一番农家乐，既强身健体，又能陶冶情操，快哉乐哉。
原野山庄在大自然的清新雅致之中，却又不失年轻动感的时尚气息，让人可以在美景之中体验别样的刺激，瞬间激活游人的肾上腺素，让人酣畅淋漓，大呼过瘾。在卡丁车赛场驾车驰骋，在跑马场策马奔腾，挑战高难度的水上凌波微步，原野的户外拓展培训基地，还有攀岩墙、高空断桥等项目，可锻炼人的胆量、智慧与身心，也可增进团队的默契与友谊，在心跳的同时感受到运动休闲的快感，在汗水中收获胜利的满足。养天然，食天然，品味了一天的农家野趣之后，怎能没有味蕾的盛宴呢？崇仁是著名的中国麻鸡之乡，原野的麻鸡属自然散养，皆食五谷杂粮叶子菜，乃纯天然食材。据当地人介绍，崇仁麻鸡具有显著的三高一低特点，即可食不高，氨基酸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胆固醇的含量低。原野山庄的师傅告诉我们，原野的米酒麻鸡和辣子鸡是非常值得品鉴的佳肴。大厨选用散养的麻鸡和原野自家酿制的米酒烹制米酒麻鸡，咸鲜微甜，口味独特。原野辣子鸡则采用麻鸡搭配小米椒和蒜瓣的烹饪方式，纯天然无添加，鸡丁回味无穷，食之满口留香。原野的菜肴也是绿色纯天然的美味，山庄里现磨现做的原野豆腐，原野自制的糍粑和豆沫团子，采用原野稀有土花猪熬制的茶罐土猪肉汤，还有一系列原野自家种植、自家烹调的绿色有机菜品，都是滋补的健康营养佳肴，深得食客们的喜爱，让人大饱口福，赞不绝口。实际上，崇仁的理学思想带给我们的不仅仅说是理论思想，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具有现实价值的处世之道。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知行合一，诚信礼义，融入在崇仁山水之间的礼义文化，我相信它不仅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崇仁人，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感官和心灵上的一丝清风怡人。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知行合一，诚信礼义，崇仁理学赋予崇仁人开放兼容的特性，求知实践的精神。崇仁理学将继续生根播种，续写崇仁的大美篇章。在繁华的商业老街，我们还能找到哪些历史痕迹？又能寻获到怎样的特色美食？《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是如何与黎川结缘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黎川第一次接触小说，第一次。下期《行走江西之商贾之乡，古韵黎川》，敬请期待。有个地方无与伦比，风景这边独好，令人着迷。千山归何万里，谁能穷尽其中的奥秘？这块土地不可思议，甘水南北流过，诗情画意，捡起陶瓷半片，品尝一杯，都会化起老家的记忆。啊，江西，江西，行走江西，自乐何其。